四事件十五周年，香港有超过八万人出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称六四事件为重要历史事件，强调当年政府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十五年来，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都从不间断悼念六四死难者，但是在同一天空下，北京市民仍然不可以公开悼念六四。不过今日就有沉默了十五年的老百姓终于肯打破家门，向传媒表达他们对这段悲痛历史的心声。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2002年11月被国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监八年。妻子贾建英对丈夫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遭遇记忆犹新，当时何德普认同学生争取民主的理念，所以到了6月3日晚，当军队开始武力镇压集会的群众，何德普联同街上的老百姓一起堵截军车和抢救受伤的学生。从广场上回来的学生他们就一边走一边哭，就像街上的市民去讲他们那个同学被杀了，被打死了。当时很惨，老百姓就很生气，当时就去街上烧他们的军车，去给他们那些戒严部队去讲，就说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很无辜的。他们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那个老百姓的要求，要求惩办那些贪官那个腐败。后来戒严部队很多大兵就是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当时的情况，说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看报纸听广播，不允许，所以你们的情况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些戒严部队都是外地的，他们不知道北京的情况。现在私下里已经是坦然谈这个事情，认为当时六四就是错了，绝对错了。嗯，在最初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这是错的，最多是沉默不说，心里清楚。黎明在1980年代是北京少数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中国人是个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愚民的习惯，政治上有这样一种愚民的传统，就是说只让极少数的人能够有自由发挥头脑的作用的机会，正是因为这样在政治上才有那种专制的可能性。1989年6月4日清晨，黎明陪女儿去医院找一名失踪的同学，点知被他见到一幕幕的惨剧。我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死了不少人。当时传说是这个戒严呐、这个进来的士兵啊，解放军战士啊，到处去抓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尤其到医院抓那些受伤的，结果医院一发现这个吧，就赶紧通知周围的居民，就是是不是把这些人领回到你们家去，哎，让他们到你们家去养伤。很多这个受伤的学生吧，都被这个老百姓领回到自己家，
一住就将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然后呢给他们买衣服买车票，送他们回家，不让他们被当兵的抓去。1989年4月，赵文权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他和其他大学生一起参与游行集会和绝食活动，直至5月19日，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含泪劝学生停止绝食。赵文权在第二日就离开广场，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参与这场学生运动。不过他怎么都想不到后来会演变成流血事件。那个时候北京确实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接近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学生是蛮可怜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背后的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但是真正关键的或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背后的那些东西，就是背后的那种较量，而不是前台的那种东西啊，学生只是在前台上表演。行，那我知道了。然后现在每个季度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你们把最终的报告？赵文权现在是北京一间公关公司的总经理兼股东，是吧？1991年，赵文权在北京大学毕业，头一份工的工资只得100多元，今日他的收入是当年的300倍。赵文权不否认是拜国家强调先发展经济所赐。如果你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其实能看到，就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其实跟20年前的政治环境比，应该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和改善。啊，如果退回去15年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观点或者有很多说法，可能至少不能像这样，比如说我可以在家里说，我可以跟朋友说，或者我吃饭什么，这都可能可以。但是如果跟一个媒体，尤其是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媒体吧，就对这个，我想还是，至少你自己心理上你就会觉得可能有问题。阿泰，你看阿泰，爸爸小时。赵文权当年在北大修读政治与行政管理，曾经同后来的学运领袖王丹做过一年同班同学。纯粹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呢，其实也在变。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江泽民提出的这个所谓三个代表的这个思想，那么这个跟传统的其实意识形态是有些差异的。原来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嘛，对吧？那么现在就变得代表就是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就是这其中很核心的一个，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啊，现在党是欢迎我们加入共产党了。王丹是当年89民运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因为六四事件坐过2次监，1998年才被释放，从此在美国过着漂泊的流放生活。然后就晚上睡觉，经常会梦到就是被追捕，跑小胡同里跑来跑去的，后面有人追，因为被通缉的毛病。当然希望说六四能够平反嘛，那那些死难者不能去攻击是吧，让他们亡灵能够得到安息。那另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过去，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心之所在还是在大陆，我们所有的concern还是关心中国未来的发展。正是由于1989年人民反腐败这个要求被镇压了下去，所以才直接导致了今天这种体制性的腐败。而这其实正是我们1989年最担心的事情。这个纪念碑是多伦多华人组织为纪念六四死难者兴建的，被压扁的单车刻画出当年北京人民面对军队镇压的无助。很多人这种内心的这种痛苦就压抑在心里，就说怎么我们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的事情会允许它发生，而且15年了还说它居然被认为说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我说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人性的范围里头。当年天安门广场的亲密战友，现在几乎只是剩下王丹一个孤身挑起争取平反六四的担子。王丹不单止没有责怪这班当年的战友，还很谅解他们的选择。我觉得15年以来海外的民运人士发生很大的分化哈，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选择，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统统可以理解。另外我觉得在海外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反正在海外生活的华人都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那这个角度上，如果有些人哈
离开了民运队，我一点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责备。六四事件十五年后，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贸，成功申办奥运，资讯亦随住经济发展而逐渐开放。但是，一谈到六四呢段历史，到今日在内地仍然是禁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八九民运呢？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很自由的去谈这个政治？我们可以谈美国的政治吗？已经零四年五月三十日，我们在这长征的路上已经迈进了十五年。为什么？我记得嗰阵二年级系咪大概八岁咁上下啦，即系夜晚坐喺屋企度睇电视，爹哋妈咪就喺度喊啦。我记得系有死人同埋有枪声。记得讲要去游行，周围嘅人同埋唔使翻学啦。记得六四嗰阵时就就嚟四岁啦。喺我记忆之中咧，咁样六四嘅时候就。每一日在個電視機都有一些遊行示威，甚至乎父母都有帶我們 去即有個模糊的影像，就很多人逼在一起。雖然經過十五年時間沖刷，可能有人已經淡忘六四，但在香港就有年輕一代選擇再追尋這段令人傷痛的歷史真相。其實學校冇乜點講嘅，連中史老師都唔會講咯，公民教堂都冇講咯。我哋只系和平咁请愿。好细个一直都有一疑问，就系唔知六四发生咩事，就知死咗好多人咯。点解咁多人每一年都去悼念咯？好想知多啲。呢个政治局面系一场有阴谋、有计划。其实民生出现一啲问题，但系即系究竟基层社会佢哋有冇一个渠道或者一个能力去开收或者去表达佢哋嘅一啲声音？究竟追求民主要怎样追求，或者我是应该要一个什么角色呢？你觉得不绝食，不如你们可以说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六四和我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希望是个精神的成全。身处这个社会，我们还有这些言论和资讯的空间的话，我们有个责任要给回学生这个全面的真相。六四这件事很多争议，来到这一刻都仍然是争议，就是究竟怎样评价学生啦，中国政府的责任在哪里啦，甚至这件事在中国大陆都未必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啦。很多东西不是必然，你不去珍惜它，它可能随时不知哪一刻就会慢慢老了。同埋真的悔翻你的意义，你们八九年出世的群很特别的。学生将会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不帮他去从多些不同的层次去认识、去分析，甚至有自己的看法呢？家人我問他們六四的事情，他們有時候會幾反感，是不太想說給我們聽。被人拉的，經常說被人拉的，被人拉的，好像很不想說一樣，即是家長不想再看一樣。我想可能他覺得我們小時候跟我們說了都不明白不知道他說什麼。應該
比我哋後一輩知道更多呢啲咁嘅事噶嘛。佢認為可能我哋大個啲啊，先會明白到當時嘅情景咯。直情覺得呢啲都唔關你事噶啦，就唔講就算啦。因為我哋企喺學生嘅角度嚟講，就睇唔到政府嘅苦衷咯。苦衷大，苦衷極都唔使用武力解決啊。可能總有方法㗎，即係驚誒，唔係用槍啊，直情用坦克車啊，你明白嗎？我自己個人嚟講，我係原諒唔到嗰陣時嘅中國政府，即係就算到而家，佢都唔想去到再提翻呢件事件。咁樣究竟政府有咩回應呢？我哋叫佢唔好絕食啦，算吧，佢哋依然係唔聽喎。咁我哋就懷疑佢係國亂。是動亂 ,sorry, 所以我們就唯有出動這個鎮壓他。一路以來很有個疑問，就是為什麼那些人會逐漸地忘記，他們是不想說你不知道。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前發生的不幸，歷史未能忘懷，學生都會忘懷，受害者的母亲们更不能忘怀。慈爱的主，请协助我们别让这份不能忘怀、仇恨和更深的分歧毒害中国人的良知。即使昔日学生们及古今人人已是所期盼的一个廉洁的中国、人口的中国、不卑不亢的中国早日出现。因为你坚持一个信念，坚持一个真理，你是不会感觉到疲倦的。我期望就是中国能够逐步逐步走向民主，而平反六四是走上民主之路的第一步。今年三月，中国政府首次将保障人权原则写入宪法，不过因为经常在互联网批评政府政策而被判入狱八年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何德普，在坐监年半之后才获准和妻子贾建英见面。我们到那以后我就认不出他来了，他原来是156斤的体重啊，见到他告诉我只有120斤，将见到120斤。他当时戴着口罩，穿着秋服，头发被剃光了。我问他为什么戴口罩，他说他一直在发烧，一直在便血。他在监狱里边这一年半的时间被毒打了2次。他说我被打聋了，听不见了这个左耳朵。何德普妈妈年届古稀，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自从何德普被捕之后，他一直没见过个仔。原来我何德普走的时候，我妈那头发没这么白。一下子全白了，你看。嗯，对。一年半了，没见过一面，这么不想了，你说？谁都有父母是吧？赵文权曾经在八九民运初期参与过绝食。当年是北大政治系学生，不过他今日再回顾这段历史，已经有不同的体会。中国这种相对强有力的这个中央政府的这种治理的话，在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应该说这种力量它也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其实没有一种政治体制说一定是最好，就是说它就什么毛病都没有。对，任何的体制都是有利有弊的。关键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一种对中国有利的一种，就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一种政治制度。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明天有个游行，你有什么东西想跟香港的朋友讲？而且我想问一下王丹，你到底有没有收那个台独的钱？那我可以向你保证说，我们完全没有拿台湾情报机关的任何一分钱。那信不信当然是在你。人家讲的什么呢？不需要理会的。加上呢，你更加咧要保重自己嘅身体。想鼓励一下你，然后说一真的说一声很敬重你，因为其实是希望你能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做出更加的贡献。我想推翻共产党从来不是我的目的，从89年就不是，到今天也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说，中国真正要有一个往民主方向的发展哈，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公民社会。背负住六四呢个沉重嘅历史包袱，对于王丹嚟讲，有一种不可言喻嘅压力。我其实我很希望说能够退出来，但是我想呢，一定要到说真正说民主至少出现了比较好的发展前景，中国出现了社会变动，很多东西开始上了轨道了。现在没有太多的人来做嘛，那更需要少数的人能够坚持住。我想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铺路石的工作嘛，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你只要能坚持住，留住这个火种。民主的道路是漫长曲折崎岖艰苦的，坚持一个民主的中国，我们要一代一代地辛火相传努力下去。